またね。全球360行，行行出状况。今天又多了一户主，让我们欢迎吉隆。好久不见的吉隆，好不容易甩开情伤，今年一月戴了5片口罩，离开伤心地，前往 LA 解放自我。哎，不是啦，是充实自己。我都会固定的，每一年要去一趟，为了去上课。说不定你就是去那边可以遇到恋爱对象。看看吧，世界很大。世界虽大，但我们金融现在只敢去超市补货，是要跟谁恋爱嘞？内心空虚寂寞冷就算了，就连收入也像洋葱一样脆嘞呀。目前美国的无肺患者位居世界第一， LA 作为人口第二大都市，演艺工作冲击不小，不仅当地的试镜全暂缓，他因为害怕搭飞机的高风险，连台湾活动和中国新戏邀约也都暂停推辞，害得他2个月零收入。好过分哦！不敢出门的他也只能在家学学面包，煎煎汉堡肉。对比前情人那 Kimi 在台湾和新男友牵牵手逛大街，金融实在可怜呢。娱乐当新闻，金融 OS。好过分哦！报道。